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我说的那样。忽然增进他了。这个节目没什么逻辑，是觉得质疑我的脑子。他真的活在自己的想象吗？啊，是他弄不清楚事情的样子。请你认清自己。今天有点凋谢，理解不了。但是走的时候是穿着蓝色的西装走，我很意外。我手现在还在抖。别走了，我才想走。国王不拜客。